晚上女子200米蝶泳半决赛的第一组，中国选手焦刘洋位于第六档。在广州亚运会上，焦刘洋曾经获得100米蝶泳、200米蝶泳、4×100米混合泳接力三块金牌。目前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中国选手刘子珂保持的2分01秒81。最后一个冲刺，你遇到的是第一位的是五号，第二位选手张良，组的三位。